去呀，我们去把蛋嘎了吧。我们去嘎个铃铛吧，留着也没啥用了呀。铃铛的使命完成了呀。主要是你最近太过分了，是吧？人家肚子里怀着你的小泡泡呢，你起，你再给你孩子顶死，真的是，不要个脸，不要个脸，不要个脸，那玩意那能行吗？能行吗？你怪我每次揍你吗？啊？听到没？听到没？我都跟你说话呢，跟你说话呢，别他妈装，抽空。咱就去把事儿办了。你医生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好不好？医生说半个小时搞定，他很快，你忍一下，好吗？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，2月份或者3月份，应该2月份，好吧？当个太监，就给你讲个故事。从前有个太监，别看了，下面没了，啊，就这样。